7:15，那我们要去吃早餐喽。在山上果然天气会比较凉一点。今天也是一样，去我们昨天吃晚餐的地方吃早餐。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？还好哎，睡得不好。你会觉得冷吗？有一点。我就穿一件薄长袖，再加一个外套，差不多刚刚好。什么？我加了围巾。还蛮舒适的，这个凉感，不会太热。没事。那边还有面包。还有面包。上课第一天，看很久的电脑。那这个是麦茶，比麦茶都要近。今天的午餐。现在时间12:30，我们是剩下唯一的一桌，那我们三个还在吃，都已经空了耶，大家都吃饱了耶，不到半小时的时间，大家都吃完了，我们也才来20分钟而已，然后他们速度很快，然后还有这么多。下午的课是从1:40开始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先回家睡个午觉，然后再出来，时间还蛮充裕的，还有1小时可以休息。然后这边就是很大自然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周围都是树。这边下山的话，就要走很长一段路，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被关在这里。3 hours later， 下课了。问其他稍等一下，因为我们要测试麦克风，那个我们辅导员会上来帮我们测试麦克风。觉得怎么样？上课第一天，有点点冷，你应该问学员吧，你是助教。上课第一天，我觉得收获很多。助教，要讲真心话。真心话吗？好不想做作业，一点都不轻松了。不知道，因为做自己的东西就很难。下课了，然后现在又开始下雨了，雨越下越大。原本中午的时候天气还不错，结果下完课就开始下雨了。现在4:30多，5:30又可以吃晚餐了，一天的课就这样结束了。刚吃饱就刚好来走走，听说还原差不多20分钟。你说关健身房，刚刚那个男生，要他来带我。哈，你就这样乖乖的，他人好好哦。哇，你人也太好了吧。这是健身房，打撞球、打桌球的地方。哇，贩卖机耶。重点是，哇，你没有零钱。没有，你给他们来，给他啦。那我特别买去。没有，给大家。你好客气啊。这是我最爱喝的，是我开心的。他们的话就，我们也不喝。对，各种推脱。我们员工可以来这里订吗？因为我有在网络上有看到，就是只有员工可以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大家都是找员工帮忙订。所以他们这样子房价是多少？很便宜，18。可是如果你要请假的话，好像1000多，就请假然后再订房，就只要1000多。哦，就是等于鼓励员工可以请假来，不要礼拜六、礼拜天来玩。啊，所以里面是有几间房间？三间可以住6个人，可以住8个，3、3、2。那如果你们加一下好友之后，你要订的啊？哎，对耶。下面整片是公园，你看那有墙，然后有池塘。所以如果有狗，可以带狗来。可以啊。这也是学员的宿舍。他也没看书。柿子，对啊，我们有种柿子，哇哦，你们种的，太酷了，没有种柿子。这边都是他的柿子，就是要定期来施肥，而且你看后面都农家，所以有时候苍蝇比较多。很棒哎，偶尔来这里走走不错，长期在这里就会很无聊。下次你还要来吗？
再来一次可以度假，两次就不行，三次就不行，没有，待一个月我可能没办法，可是可能会瘦。这样你们有得用吗？有，我自己还有别组。哦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哇哦！因为我们房间已经没有沐浴乳跟洗发精，我现在就要走回去了，拜拜。